嗡啊吽，南洋康，嗡啊吽，南洋康，嗡啊吽，南洋康。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我们现在在新北市的山区，再来做第四场的药供，愿众生能够病苦消除，一切自在。嗡啊吽，嗡啊吽，嗡啊吽，如海妙玉清净紫云宫，供养三根本与罗尼尊。集资除障，祈求慈悲度，供养具备功德助护法，欢喜满足，祈求除障碍，慈悲回向六道诸众生，祈愿离苦获得一切乐，回向鬼神冤亲债主者，祈愿熄灭恶意得利乐，一切轮涅众生无缘，祈愿三轮清净，结法界，嗡啊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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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啊吽，那今天我们拿的是这个咳嗽的肺炎的一包都调配好了今天我们带出来的是肺炎咳嗽的，愿大家不再受到瘟疫的侵袭然后能够对自己的身体有抵抗力所以今天要烧的是肺炎的咳嗽的。那大家看这个药材都很新鲜的很棒的。那我们慢慢要来化啦。这个新北市的山区四面都是树啊。所以做烟供非常的好那只要是树木都有众生附着一愿在这边做药供，让他们病苦消除嗡啊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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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啊吽。嗡啊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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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啊吽。山下都是住家这个烟飘到山下去大家没有病苦啦，确诊了都健康啦不再害怕啦。嗡啊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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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啊吽。现在我们在新北市的山区，虽然下着雨但是不离开慈悲的行为所以我跟战中又来做药供那每天都有众生在受苦没办法停止的，一天24小时，每分每秒都一样，众生在苦的阶段。所以能够花一点点的时间为他念佛，为他洒甘露，为他做药供愿他们能够与佛法有缘，能够离开种种的忧悲苦恼，那这个是菩萨的行为所以不管如何，大家有空都可以去做慈悲的行为，生口意，供一盏灯，供一杯水，洒一点甘露都可以。那各位说布施的这些药我们都有供养三宝啦供养三宝是最直接的，也是最正确的然后供完之后放在树林讲堂，诸佛加持每天晚上拿出来做药供嗡啊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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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啊吽。所以各位看到的药就是刚刚我们化成烟的三种子制成烟供，化成妙玉等虚空那这边就是山区花草树木都可以做药所以神农大帝生长百草然后草树所以揭露了365个药材愿众生能够无病无苦。嗡啊吽。现在火供做完了，我们要回去了，要下山了。你看都没人了，I'm so sorry 啦
站中中暗飕飕都无人啊，无人啊。对啊，我们现在要走山区啦啊！大家看到影片啊，大家有跟着我们来啊，有跟着我们来做火控啊。嗡啊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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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啊吽。这边也有坟墓啦哈，坟墓区啦，山区、树林区、坟墓区都有啊，所以利益很多的众生啊，暂乐随喜各位啊，护持的功德啊，愿大家身体健康，祖先超度，父母离苦，家里面的人都学佛。